好，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出席由不惑生命学院主办的老爸老妈来上课。那我们从11月开始呢，我们跟着周金奇智能气功老师呢，学习了这个捧气灌顶法啊，终于在上星期一啊，这个星期一呢，已经学完了六堂课啊。那今天开始，我们要跟老师继续学习三堂灌气健身法。马上请出周金奇老师来带领我们第一堂灌气健身法。老师，请。好，谢谢，谢谢小薇，谢谢不惑啊，还有谢谢各位老爸老妈继续来听我的课啊。这个今天我们是讲灌气健身法啊，灌气健身法。那灌气健身法呢？让我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吧啊。灌气健身法其实是个很短的功法啊，之前我介绍过是很短的功法。真正练起来都不需要十分钟，但是因为我们有开始有主场有什么的时候，有可能他会跑到十分钟，不会超过15分钟的。通常如果我带的，我是不会带到15分钟这样长啊。那他的功法是在1988年编写的，这当然他是有一个原因，为什么会编写这个功法啊？彭老师为了写的这个功法，因为1988年。这时候，中国上海呢就发生了一场很致命的病情啊，是肝炎，所以他就写了这个功法啊，他就以两个他主要的功法，一个就是捧气灌顶法，另外一个张真归元法里面抽出他的精华呢，就编写了这一个灌气健身法啊。它是给那边人民能够以最简单、最短的时间可以练这个功法，然后呢就增强他的免疫力，还有治好针对他的肝炎偏斜的。所以这个功法呢，对我们的肝是非常的好的，非常的好，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力，身体免疫力，这个是还有大概的哈，因为。所以变成这个功法对一些肝的功能弱的，或者他身体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练这个功法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啊啊，因为它可以提高我们免疫力啊，又可以增强我们的肝功能。当然，它除了肝功能之外，其实它在我们的脏腑里面其他功能也一样得到强化啊，肝、脾脏。肝脾那个胰脏啊，还有后面的那肾啊，都会同一时间能够提高它的功能啊，增强它的功能。所以这个功法它的效果是非常的好啊。所以我时常就强调，如果你们要练短时间的短的，就练这个，而且它效果非常的明显啊。那尤其是现在了，我们现在这个疫情还在提升着，对吗？时不时都听到身边的人、朋友、亲戚，哎呀，又中了，又中招了，又中招了。所以这个练这个换气健身法是其中一个可以提高免疫力的一个方法啊，可以增强我们抵抗力、免疫力嘛，对吗？所以练这个灌气健身法是一个方法之一啊，一条方法之一啊。另外呢，如果有人觉得他经常觉得很快就累，哎，很累啊，很喘，很累的，身体很累，那练这个也是很好，也是很好，也可以要多练这个啊，身体累的人更应该多练。那当然，我们练功还是要轻松为主，千万就不要把自己累坏。所以这个灌气健身法，它只有那短短的几分钟，10分钟左右啊，所以变成就很多人都很喜欢。当然，开始的时候有人觉得，就那区区的十分钟、八分钟能提到，能得到什么的效果呢？当然，对吗？有这样的疑问。但是，哎呀，如果我练这个灌气健身法，
我练那个捧气灌顶法也半小时啊，我练行深桩都有50分钟到一小时，那才是功夫啊，对吗？那才是功夫。像你区区这10分钟，能练到什么东西呢？起初呢，有很多人都带着质疑的疑问的眼光去看这个功法，但是因为它真的是练出了效果之后，很多人都练出效果了，所以变成很多人都后来都跟着练啊。到现在目前为止啊，我们老师啊，中国老师，他也是很提醒我们，让我们有机会去教你身边的人啊，教你身边的人，因为毕竟我们不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教，只有3节功而已，3节功啊，很快就可以讲完。要严格说起来，如果我一天也可以讲完它了，但是就是因为只是讲功法没有功理也不行，所以我就放慢一点啊，和你们谈一谈，和你们聊聊啊，和大家交流一下，这样比较恰当啊。所以我就用了3天的时间，因为毕竟一天也只是一小时多嘛，对不对？那我们通常我们现在的人啊，都习惯了晚睡，对吗？啊，又看球啦，又看电视，又看手机啦，对吗？尤其现在我们的证据也不平，我一直追，想去追到很远，所以这些晚睡、这些迟睡的习惯，都肯定会伤到我们肝的，我们的肝啊啊。另外呢，就是我们精神紧张啊，睡眠不足这些啊，一定会影响到我们肝，所以不论是伤肝也好。啊，或者造成什么破坏免疫力都好，我们只能练这个功，那是最快速的，也是最有效的。所以我就说，有时间上来练练吧。它未必是说你一定要练过智能气功，要懂得智能气功才能练，没关系啊，不懂得智能也可以练。它毕竟这个功法，它当初写出来就是让那些平常人、大众工作的要上班的。都可以练，对吗？所以就不需要花这么长时间，所以也很适合所有任何人都可以练啊。这就是它的一个大概吧，一个大概，这个灌气阵什么的大概啊，你明白一点啊，你们就有一个印象啊。那这灌气健身法呢，通常我们也是和练捧气灌顶法啊、行神桩一样。都是有些有个主场，有个主场啊，然后我们有体式，怎么练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和收式都是一样的，都是这样的，他的那个功法都是这样写的啊。那主场就是我们所说的啊，两脚并拢，周身中正啊，这就是他主场啊。这里呢，我就简短的。和大家再聊聊这个主场，它的意念意思是什么？也许有人刚刚上来，也许有人还不大明白的啊，你们也可以听一听这个主场。比如说你们知道我们主场都是两脚并拢，周身中正。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主场站起来了，主场两个脚并拢啊。如果你站起来站得很急的话，很平的话，你会觉得有时候你要摇摇晃晃的啊。如果像这个情况之下，你们可以把脚稍微分开啊，分开啊，自己去调整自己的那个位置啊，站得最稳、最舒服那位置就可以啊。然后两手自然下垂，我们两手自然下垂的时候，我们的意念就是把我们的手插到地底下的虚空去啊，下的虚空去啊。那下垂的时候。我有些人下垂，他的手就是我的手贴着我们两侧，那手就是这样自然就是这样下垂，有些下垂是这样子的，他拿起来的啊，也不需要硬绷绷的，就放松的这样下垂就行啊，就是下垂然后反正我们下垂，我们就目平视前方，两眼轻轻闭合啊。目平视前方的话，就是我们眼睛平平的看出去啊，不要看高，也不要看低，平平的看去，舒舒服服放松你们的眼神，这样看出去就可以了啊。不
要用力的去看，也不要等着它去轻轻的看出去。好，这样子我们尽量眼睛是不要眨眼的，尽量不要眨眼的。如果你有觉得很眼睛你不眨眼，有时候觉得哎呀眼睛 会流眼泪，对吗？那就让它流，不要管它。啊，其实流眼泪是帮你在排毒，在洗你的眼睛嘛，你就忍一忍，让它流，流上眼没关系。啊，然后呢，大家轻轻闭合，把眼光收起来，眼光收起来，收到我们脑的中心里面去啊，脑的中心里面啊，意念是收在里面啊，对吗？然后我们才啊什么啊，头部放松，颈项放松，每一次放松，我们都要意念想到我们的身体已经化成一团气的感觉。啊，放松，没有东西了，这样子的关节。啊，我们颈项放松，我们手掌放松，全部上放松。啊，我们手臂啊、手腕、手掌、手指全部放松，就轻轻的放松。啊，这样舒舒服的放松它就行。啊，然后我们才胸部、腰部啊，小腹微微回收，腰部微微回收的话，我们回收我们是。通常我们站直的时候，我们都会这样弯进来的，都会弯进来的，叉腰这样弯进来的。所以我们回收的话，意思是我们把我们腰放了回去，啊，但是我们要放松后回去啊，放后面去，并不是把我们身体这样弯了下来，不是这样弯了下来，而是我们伸直了之后，我们放松，就是不要用力了的意思，啊，这一点呢，你们要慢慢的去学一学，练一练，啊，什么是放松。就是我们腰本来站直一定是塌腰的，一定是塌腰的往进来的，所以我们说腰往后放松就放松，就轻轻的不要用力放松它就可以了。好，但是我们就是说小腹微微回收，所以回收的时候我们也不是用力吸它进来的话，我们腰我们回收就回放松就行了，不要用力吸了进去，因为你吸了进来的话，有我们身体就会弯下来了，啊，弯下来就不对了，啊，我们是只是放松，就是不要用力而已，不要用力就行，啊，放松，啊，这样子，然后呢，我们才啊，脚部、腿部、膝盖、膝踝、脚掌、脚趾全部都放松，这就是整个我们所说的主禅。所说的纠缠，全身放松之后，我们才想虚空，想想蓝天虚空，想想遥远遥远的遥远遥宇宙外的虚空，啊，你能想多远都想多远，啊，但是就不要用力去想，记得不要用力去想。如果你不能想远，你就想近一点，你身体的旁边，你五指望都可以，啊，都可以的，啊，都可以。然后意念回收的时候，你就想着那个气好像螺旋这样转着回来，回到我们的身体全部包围的，就这样意念想一想它，啊，由左后右回来，这样旋转回来，啊，回来这样就可以了。那就是我们的主禅，啊，这个主禅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所以每一个我们都有练，但是我就没有真正的这样讲，今天我们讲一讲这个主禅，你们的意念就是这样想。让自己呢放松身体了，然后进入了我们那个气功的状态。那进入气功状态之后，我们才开始练功。那在练功和这个进入气功状态之间呢，我们有一个就是八句口诀。那八句口诀之前我也解释过讲过，但是因为这里呢，我还是要大略的讲一讲。第一个八句口诀就是让大家可以复习一下嘛。复习一下，很简单的讲讲，啊，不会浪费很多时间。那首先第一句就是顶天立地，相信大家都记得了，啊，顶天立地，它的意思就是我们顶天立地，你就想想头顶着蓝天，脚踩着大地，啊，整个人就是好像一个很大的巨人一样，啊，对对，就是这样。但是我们踩脚踩大地的时候，我们不要把我们讲，哦，我踩着我的啊。我的家里的这个地板上，踩在什么上面，不要这样想。我们放松的把我们想到我们是踩整个脚踩到了地底下去，这个意思啊，头的升到顶到蓝天，就是这样子啊。然后行松意松呢，就是形体我们要放松，形体放松。然后我们意念要冲刺我们的身边，我们外面冲的意念
整个身体外面都是我们的意念啊。这样呢，我们充斥着和外面的虚空合着那个气，这就是气充的意思。然后我们这个意念用的时候，我们只是管我们的意念，用意念啊，不要管那个气，不要管那个气机的。我们练智能气功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用意念去练。所以我们什么都是管我们意念，我们怎么去想，想什么，想到那里去，想到身体，想到外面，都是用那意念而已。我们的意念是把那个气带进来或者送出去，但是我们是不要管那个气的，记得千万不要管那个气啊，你只管那个意念。所以我们练智能气功时常都讲一句话啊，就是只管意念，不管气。啊，大家好啊，老师好，就是不要管那个气啊，你们千万不要管那，就是想意念，我想外面啊，然后想体内就想它了。那气我怎么想怎么来，你全部不要理它啊 ，OK。那外境内境，那你整个人对外面的事物、外面的人、外面的物、你身边的人、你周围的人啊，你的工友都恭恭敬敬对他们。那你的心慢慢的就会安静下来了，安静下来，然后就心诚貌恭，心诚貌恭，我们内心就很澄明，好像一片湖水，清澈，没有波浪，没有动的湖水啊，湖水这样一讲，啊，那这心诚貌恭，同样我们也是用意识去体会出来，啊，去体会出来啊。然后一念不起，当我们练功一做到心诚貌恭这一个环节的时候，这四个字，当我们真的做到心诚貌恭啊，心诚很平静，样貌很恭敬的时候，在这一个时刻你就是一念不起的啊，你就没有杂念了的，你不可能，你能心诚貌恭你还能够有杂念是不会的，不可能的啊。所以如果你真的做到心诚貌恭，你肯定就是没有一点杂念，所以叫一念不起啊。之后我们才神住太空，就把这个意识啊放到虚空中，放到虚空中啊，与虚空中的气合住，然后太空的气合住。这神住太空就是太空虚空都是讲气而已，都是意识都是气而已。啊，你不要有太空是什么，不需要去想它，也不要想虚空是什么，其实这是一个概念，告诉我们，我们是在虚空中，我们和外面的气相结合了，外面的混元气相结合了，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神住太空啊，你不要想太空是什么，你知道吗？不是，其实真正它的目的是让我们去要它的气而已，和外面的气相合，然后就把它带回身体里面。所以就神意照体了，那么收回来的时候啊，我们气就回到了身体。因为当我们的意识和外面的气相合的时候，相结合的时候啊，相合的时候一直掉线，相结合的时候啊，那相结合的时候呢，那怎么办啊？相结合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的人和气已经合为一体，所以当我们把意念收回来的时候，那个气肯定就是在我们身体里面的，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就这样子的意思，这样的意思。所以当我们回来，气已经在我们身体里面了，我们就感到周身涌涌，感到非常舒服，非常的喜悦，非常的怎么讲呢，和外面的气融为一体那种感觉。就这样的情况，这样的状态下，我们就开始练功。OK， 刚才有个工友说他是掉线是吗？我相信他是那天，OK， 你在了吗？好，你在我这解释吧。好，你听到吗？因为昨天他是问我关于做万这两个字的做法。老师，我在。你在啊 ？OK， 好，如果你过了线，你过后再WhatsApp我了啊。
OK， 所、so, 以做完、啊、刚才这个 八句口诀我就是讲到这里了，都周身融融了嘛，对吗？啊，现在我就讲讲这个问题是做完、啊、那天他问了我，因为第二天听不到啊，所以他昨天在 WhatsApp 我听他讲解释什么是做完。做完的意思就是动作呢就是这样子，我们练功，我们收寒掌推坐腕，对吗？或者是我们这边松开掐脚的手指，然后这边出来之后我们坐腕出去，对吧？坐腕推出去，对吗？这个坐腕，这个两个，这个是坐腕，这个坐腕动作是这样子、啊、就是坐腕打横，旁边来看的就是这样子，看到吗？这个这样子坐腕。啊、因为我们收进来的时候我们手是已经这样有点斜了，对吗？当我们收进来一推出去我们就坐腕，这个是动作，它动作是这样子，坐腕坐腕啊，坐腕动作啊，这个是动作。那它的用意是什么？我们坐腕的时候用意呢，它的重点就在于我们的这个神门穴，神门穴，神门穴就在我们手掌为止骨头下面这边有一个凹进去的地方，就是叫神门穴，左手一个，右手也有的，两边都有的，这神门穴啊。如果你轻轻的按它这边的话，你会感觉到有点麻麻的，有些时候你感到了麻麻，就是这边啊，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就是神门穴，右手都有。我们推出去的时候，我们坐腕，我们神门穴就会打开，一打开的时候呢，我们气就通畅。所以我们要坐腕就是意思，旁边也是一样，推去坐腕，把气推出去，把它推出去，这么收，把气就收进来，叫神门穴，啊，它意思是在这里，用我们的神门穴，所以为什么坐腕，这就神门穴的作用在这里，最重要的这个地方，好，那么我们坐的时候，你坐腕的时候，记得你们坐进去就要很微微、轻轻松松的这样就可以了。啊，千万不要硬硬的，嗯，抓到准准，嗯，推出去，千万不要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做的太过坚硬的话，我们的神门穴就会被堵住。那我们手气和放气呢，那气送出去呢，都会受到不没有这样通顺。所以我们是放松的，推坐腕，轻轻的推出去。手推就出去就行，就坐下来，好像坐了下来这样子，这样子坐下来就是这样子。好，千万不要推坐腕，嗯，哇，推出去啊，不要这样子，千万不要这样子，放松，柔柔微微的这样坐就可以了。像这里就放松，这两个神门穴一放松的话，我们的气就出进出就很通畅。明白吗？所以坐腕就是这个意思。好、啊啊，另外呢，这个坐腕，这个神门穴其实有另外一个用处的哈、啊，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如果有人你们晚上睡觉很难睡得进的，很难入睡，你们可以按摩一下你们这里啊，这个神门穴啊，我经常都会这样的，有时候我。因为太多东西想啊，有时候想到怎么教课、怎么练功啊、什么带功的，有时候想多了，我会晚上有点很难入睡，有时候难入眠。但是我要躺在床上呢，我就会这样轻轻自己的按摩，这样做，对不对？看到吗？这样子按吗？按它，或者是用肘为食指按它，按它这边，你按到有点点好像麻麻的那感觉。所以我呢会按，有人是说按二三十下。啊，因为很快的，你按下一二三四，我有时候按五十下，啊，五十下，然后又五十下，啊，你按着这里放松它，过一阵子你就入睡的了，啊，很好，很好用的这个你们可以试试。如果晚上你睡不着觉，你说半夜我起来之后，哎呀，不能睡，很多东西想，胡思乱想，很多东西想了，啊，想哇，明天我要带课啊，明天怎么教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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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想太多，糟糕，那我就开始按，按。期间你们不要按了，等下你们睡着了我要教课啊，你们不要按，现在你们按了这样子，我讲你们说你们睡觉了、啊、你们晚上
晚上睡觉你们去按试试看，很好睡的，真的。你不知不觉，有时候甚至我有时候按那一半我都不知道我都睡着了啊，有时候我按完了之后就是放下休息一下嘛，啊，然后迷迷糊就睡着了，真的很好。这个神门穴，神门穴啊，神门穴啊，这个地方你们可以这样啊，自己去试试看啊。它另外一个好处是在这里啊，当然啊，那是那个体外化了，那个体外化。就是，但是在练智能气功，这个坐腕就这个意思啊，坐腕啊，就这个坐腕，轻轻的、柔柔的放出去就行啊，放就行。OK， 好，清楚吗？这样子讲，你们明白了吗？好 ，OK 啊 ，OK， 好，这个就是坐腕的意思啊，顺便带给你们一个神门穴的用处吧啊，真的很好用的，晚上睡觉睡不着，你们弄弄看啊。好，现在我就讲回来。顶天这个灌气健身法，我让你们看看一个 PPT 吧，啊，因为我打了出来，因为要让你看几个字了，啊，看几个字，哎，怎么放我都忘记，怎么学很糟糕，这里这个吧，应该是这样子，哎，这个灌气健身法它有三节功嘛，对吗？今天我是讲第一节，其实是蛮快的哈，动，但是它动作呢，其实你们看，哎呦，这样难做的没有？这样的动作的哈，没什么的，其实很简单的，也很简单的哈，没什么东西的啊。灌气。OK， 这个是第一节啊，灌气健身法。所以第一节功叫做顶天立地畅气门，哈。第一节功啊，第二、第三我们也才放嘛，啊，先放第一节功，就是灌气健身法的第一节啊，顶天立地畅气门，哇，很有气势对吗？这几个字啊，顶天立地畅气门。OK， 好了，好，你们都知道了。OK， 我就收起来了哈，我们就看了。就你们看看我了哈，首先呢，我就先做一做那动作，你们就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然后怎么做，怎么做哈 ，OK， 啊，我站的比较近吧，啊，这里，啊，很简单的，你好，你们看一看，第一开始，当然它是有我们看说主长对吗？主长之后我们有八句口诀，我们是这样子站着的，对不对？啊，我们是这样子，那前面就不做了，就做这个，它就是小指带动。校长掌气花园前外后内前外后内前外后内松腕转掌捧气体前上升鱼肚齐平中指两臂向肚脐灌气回收，至肚脐转掌心向上，中指相接，伸至心口，掌膝花园，后外前内，后外前内，后外前内。两掌上伸至胸，转指尖向前，沿中线上搓至眉间，掌膝花园，后外前内，后外前内，后外前内，两掌外分至头侧。转掌上托，指尖向后，托天花园，前外后内，前外后内，前外后内，松腕转掌心相对，吸气上拔。上拔，上拔，
两掌相合，眼体中线下落，经头面至胸，掌分开，呈桃状，掌膝花圆，后外前内，后外前内，后外前内，两手外分，经颅中下落，发音曲至小腹前呈桃状。第二次发音曲，第三次曲，好，两手分开，这就是第一节，很短对吗？我看都没有两分钟，来带完了，就是这样子 ，OK， 说这个就是他的整个动作，很短，很短而已啊。啊，现在我就讲讲他的动作了，啊，你们听听哈。我们开始是这样子，站近点嘛哈，这样子的，小指带动，就是说我们小指带动了，用小指转了，小指带动转过来就是这样，很多翘掌，这个你们大家都知道的了啊。然后掌膝花圆，掌就是我们手掌，膝就是我们膝盖啊，掌和膝盖一起画圆圈，就是掌膝花圆啊，掌膝花圆怎么画呢？哎，放低一点吧 ，OK。掌膝花圆，就是我们掌，我们伸展就这样子嘛，对吗？跟着我们就看了，旁边是这样子，前、左、后、右，从前面看就是这样子。你看到我膝盖这边，我手掌这边啊，看前不是前外后内一起转，前外后。内前外后内，这个转三次 ，OK， 你们转得到吗？试试看，你们试试看，来，就这样子一起做做看啊，好吗？来，你们可以站起来这样做啊。如果你们可以开视频，正好我看到你们呢。我们不开的话，你们自己要留意哦，就是自己要留意自己做的对不对。那个动作呢，不要转得太过大，那个圈不需要转得很大，记得不要转得很大。不是说前外后内，前外后内，不是这意思，是小小的圈，一个小小的圈，就是前外后内，前外后内。这样转的时候，我们膝盖因为这样转了，所以你觉得有稍微的好像蹲的像一点点的，是有一点点的哦。前，因为如果你不蹲的话，你是转不到，转不到那个圈的啊。就是前外后内，前外后内。我们手掌还是和我们的身体成直线的，这样子啊，不要这样转了，手掌不要这样前。好，老师， okay， 你说，老师，您可以往后退一点吗？啊，让同学们，哦，因为我们现在只看到老师的。嘿，是可能再后退一点点，让大家看得到，老师连脚板都看得到，再后退一点点，后退一点点啊啊，对对对啊，对对对对，好，谢谢老师。好的，好，所以就是前外后内，前外后内，前外后内 ，OK。然后我们的松腕转掌，这个你会的啊，捧气上升，与肚脐平的时候，我们中指点，我们中指点，我们中指回照，这个捧气关节中指回照，我们肚脐对吗？我们回照的时候，我们同时两个手掌跟着回收，收进来，我们回照的时候，我们手掌跟着回收，收进来，收到肚脐这边 ，OK， 收进来。一直回收，一直把这收进来，到了肚脐这边的时候，我们才转掌心向上，然后我们中指就相接，中指碰到一起，掌向上 ，OK， 然后再拉上来，胸，到了到我们的心口，心口是这边了，不是胸口，心口这边，这里这时候我们再来个掌膝花圆，啊，
是不是掌西花园呢？是后外前内，刚才是前外后内对吗？这个是后，就后外前内，后外前内，后外前内。掌西花园，记得我们掌西有那个东的这个哈、哦，叫做后外前内，后外前内。后外前内就是这个掌心花园，然后呢我们两掌上升至胸，这上升至胸呢有人有些老师他的口音会上升至胸肌啊，旋肌的旋肌是我们一个穴位在这边啊，有时候他们说两手上升至旋肌，也同样我简单点容易明白的话，我们就两手上肢至胸口，胸上肢至胸就可以。跟着呢，转掌上托，还没有啊。跟着呢，我们才转指尖向前。那没错，我们转指尖向前，上托至眉间，到我眉间，然后我们才掌西花园前，对吗？对，好。上圈至眉间，我们才掌西花园，又是一样，后外前内，后外前内，就是三次之后，我们才两手外分至头侧。之后呢，我们就上托，掌上托的时候，我们同时一边上托一边转去后面，掌心转去后面，托上去，好像把去托到上头。然后我们在变的时候，我们就再来一次花园，而这次花园呢，我们膝盖是没有转的，是没有动的，只是我们手动而已，记得啊，就是手。那么拖上去的时候，我们膝盖是没有动的，就是拓天花园，就是前外后内，前外后内，前外。后面就是这样子，记得这个拓天花园，我们的脚我们膝盖是没有动啊， OK。 之后呢我们才松腕转掌心相对，然后我们就吸气上滑，我们吸气手就上滑，吸气上滑，再一次三次上滑。而这个上滑的时候你们记得啊，我们上滑我们升降了是不是，吸气上滑，我们就升上去。第二次我们不要放下来，再不是这样子的哈，不要下来的。我们手在上面，我们吸气上滑，吸气上滑，吸气上滑。我们只是把我们手稍微放松一点而已，不要落下来啊，因为我看到有些练功的时候，他们会吸气上拔，第二次上拔，第三次整个手落了下来的，是没有落下来的啊。我们是在上面吸气上拔，上拔，上拔，就是自己用力撑一撑它，上拔就是这样子啊。然后两掌相合，沿体中间下落。这个大家都熟悉了，经头面至心口，两掌分开成桃状。成桃状的意思就是我们，你看到我们手吗？那边就我们两掌分开成桃状的，就是这样子的，看到吗？我手是像桃状，对不对？像不像桃状？好像一个汉的意思，就桃的意思。我们就这样放着，啊，就是成桃状。OK， 然后我们就成桃状之后，我们就。沿颅中下落，颅中那颅头颅中下落，下落的时候我们发一个曲，这个曲是 TU 一个曲啊，这曲音，这曲就是我们一两中降降子之后，我们就分开沿颅中下落，曲到那里呢，到我们小腹前面，也就是我们的关元，这里有个关元穴的啊，关元穴的，我又不会说这个关联出来了哈，因为很多人对关联是什么来的
我说我就放在小腹前也可以。关元其实另外一个穴位就是我们肚脐四只手指，肚脐哦，肚脐，一二三四，看到吗？你的肚脐在这边的话，你放四个手指，一二三四，这边就是要就是关元穴，啊，这是关元穴。所以我们下落肢也是在小腹前，就成一个桃状，看到吗？好，所以是这样子，下落发阴区。小腹前呈桃状，再起来，发阴区，看到吗？再起来，发阴区 ，OK， 啊，这节就练完了，练完了，我就教完你们了。第一节就是这样子，好，所以这一节它的重点就是在掌溪花园。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引发音，这个推很重要，这个推就是会有帮我们的肝疏肝理气，就是这个引推，它会震动到我们的肝，对我们肝是非常的好。当我们震动到肝，这个肝就会同时的就会带动到我们的脾，我们脾后面的那个脾脏，啊，所以这个就是推，这个推很好很好用的推，这个推呢是强化我们的肝，所以肝有有问题的地方，有这问题的就多发这个营推是很好的，啊，大概第一节就是这样子，你们有问题吗？啊，我们练一次好吗？我们来练一次，你们大概知道，我们练一次啊，看看。来，我们两手放到后面。OK， 没有，可以了哈、哦，这边太远你都看不清楚我怕。好，来，两手自然下垂啊 ，OK， 来，脚趾带动，翘掌。掌溪花园，圆，掌溪花园 ，OK， 对，前、外、后、内，前、外、后、内，前、外、后、内，松腕转掌。体前捧气上升，鱼肚齐平，中指回照肚脐，向肚脐回收，自肚脐转掌心向上，中指相接，上升至心口，掌溪花园，后、外、前、内、后、外。前内后外前内，两掌上升至胸，转指尖向前，眼中线上托至眉间，掌溪花园后外前内后外前内后外。前内，两掌外分至头侧，转掌上托，指尖向后，托天花园，这是膝盖不要动。前外后内，前外后内，前外后内。松腕转掌心相对，吸气上拔，上拔，上拔，两掌相合，眼体中线下落，心头面至心口，呈桃状。掌溪花园，
后、外、前、内、后、外、前、内、后、外、前、内，两手分开，从颅中下落，发音至小腹前呈桃状。再一次，发音至小腹前。三次，发音至小腹前呈桃状。好，两手分开。好，大家请坐，休息一下。说这个很重要的话，你们要发音哦。那音，你们我都开始要发音，你们要发音出来的，知道吗？啊，你们要音要发去，要有那音的，要发出来那音啊。不要我这边老是发音去，你们就不发音。你要去，你们本身要发音去下来，啊，去下来啊，要去下来啊。OK，这就是顶天立地唱气门，它第一节啊，第一节。这个详细话我说过，详细话的话，那个动作就不要太大啊，不要太大，慢慢来，不要太大啊，不要太大。所以如果你记得的话啊，你看看刚才说详细话也，第一个我们两个手掌按向地底下的时候，翘掌的时候，我们的详细话也是前外后内的前向前伸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拓天花园的时候，也是前外后内的，前外后内啊，只是不同的是，我们托天花圆的时候，我们膝盖是没有动啊，那其他的托天花圆都是后外前内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身体前面的都是后外前内，身体前面的，我们按在地下的是前外后内，托天也是前外后内，其他的。小腹前的，我们心口的，啊，我们的眉间的，啊，我们下落回到我们胸口，都是后外前内，都是后外前内，啊，以前我是很乱很混乱这边，但是你慢慢你们就会学了，你们就知道。当然，如果你们学的话，你们跟着老师的口令走是不会错的，是不会错的，啊，这没事的。那另外就是你要吸气上拔，你们要注意哈，刚才说的。上拔，一放松，上拔，放松，上拔就可以，不要上拔，上拔，手拿下来，好，不要拿下来，不要拿下来，好，上拔，啊，这个就是它重点的地方，你们要留意的就是这个，啊，刚才有人就也有很多人问，就是那个桃状是怎么样的，有人会问的，不知道你们会觉得桃状有问题吗？就是我们下落这个时候要成桃状，怎么放个桃状？要放个准准吗？要放怎么很多桃状？啊，其实这个只是一个概念啊，你下来就成桃，就是站着就行，就放着，然后掌心画也放松，就这样就行。好，就是这样，后外前内，后外前就是这样子。啊，这个就是掌心画也的那个动作啊，你们开始学习。诶，我手动脚没有动，对不对啊？有的脚动手没有动，对吗？啊，对不对？所以没问题的，慢慢来，你们会做到的。好，我们再来练多一两次吧。啊，练多两次啊，还有时间嘛，我们练多。现在我们开始练习吧。啊，有开始的那个主场啊，来自己来练这边，啊，自己练到这边。然后我才回答你们问题啊，再看看有问题的，哎，请大家百会上临，一定啊，两脚并拢，勾身中正，两手自然下垂，目平视前方，两眼清醒啊。形象不放松，
两肩放松，两上肢放松，胸背部放松，小腹微微回收，胃阴上移，腰胯放松，膝踝脚掌脚趾放松，从上到下，由里到外放松，仰虚空，想那遥远遥远的虚空练回，通常想一想我们身体的周围，我们身体的前左后右上下都包裹着浓浓的混元气，人在气中，气在人身中，仰虚空，仰那头顶上的蓝天虚空，仰掌，仰体内，会发出口诀来强化我们。天地地灵松地冲，外静内静，星辰暴动，一念不齐神助太空，神意照体，周身游游，周身游，脚趾带动，脚掌，掌心花园，前外后内，前外后内，前外后内，松腕转掌，前捧气上升，鼻肚齐平，中指回到肚脐，往回收，自肚脐转掌心向上，上升至心口，掌膝花园，后外前内，后外前内，后外前内，两掌上升至胸口，转指尖向前上托至眉间，掌膝花园，后外前内，后外前内，后外前内，两掌外分至体侧，转掌上托，指尖向后托天花园，膝盖不要动，前外后内，前外后内，前外后内，松腕转掌心相对，两掌相合，沿体中线下落，经头
面至心口，两掌分开成桃状，掌心花圆，后外连内，后外连内，后外连内，两手分开，沿颅中下落，发音于至小腹前呈桃状。接着发音于三次，发音于小腹前呈桃状，把两手分开。好，这就是我们的第一节。好，那几点了呢？看看，4:25来，我们再练多一次吧，练多一次哈，练多一次就是直接从开始啊，来，小指带动，翘掌。掌心花园，前外后内，前外后内，前外后内，松腕转掌，提前捧气上升，身一度齐平，两掌回向肚脐，灌气回收，至肚脐转掌心向上，中指相接，两手伸至心口，掌心花园，后外前内，后外前内，后外前内，两掌上升，自旋肌转掌心向前，上托至眉间，掌心花园，后外前内，后外前内，后外前内，两手外分，至头侧，转掌上托，指尖向后，上托托天花圆，脚不要动，前外后内，前外后内，前外后内，转掌相对，吸气上拔，上拔，上拔，两掌相合，沿体中线慢慢下落，心头念至心口，两掌分开成桃状，掌心花园，后外前内，后外前内，后外前内，两手分开，沿颅中下落，发音于至小腹前呈桃状。第二次，发音于至小腹前呈桃状。再一次，发音于至小腹前呈桃状。好，两手分开。好，大家请坐。
啊，这个有个点就是我们发音三次，区域是三次啊，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三次啊。为什么会三次呢？因为三和八是肝，是对肝的啊，是对我们肝的，肝就是三哦、啊，所以很多就三次，去很多三次啊。当然你要多八次也可以的啊，那取没关系的啊，就是取一取。好，现在时间是10:30 ，OK， 你们有问题吗？或者把时间交回给小薇啦，啊。好的，非常谢谢我们的智能气功老师周金奇老师呢，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第一堂课哦，灌气健身法。那明天早上同样的时间，我们会继续进行第二堂课灌气健身法哦。那面子书的朋友，欢迎明天继续跟进我们哦。好，那我们现在先结束面子书的直播了，我们要进入这种讲堂的交流时光。